Hello，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5:35，然后我现在在瓦伦西亚的机场，然后先坐飞机到马德里，然后到马德里的时候会跟朋友会合，然后再转机去慕尼黑。好酷哦！现在要登机喽。哦，这个飞机好小一台哦，国内的班机。我已经到马德里，哎，好夸张哦，我都还没睡着就到了，应该半个小时吧。男生哦，没有臭男生。耶、yeah. ！我也要玩。哇，好美哦！哪一个画家？我没有。我现在刚到德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先去坐地铁，先去饭店 check in， 放心。我们现在在等地铁，然后突然发现德文好难哦，完全看不懂。是我们的车票，然后刚刚站务人员推荐我们买这个，就是团体票比较便宜。给你们看，这是我们住的饭店外面，就是火车站。现在在饭店，然后 check in 完之后先整理一下，然后因为眼睛实在是太干了，所以就先换上眼镜，然后我们要先出去买水跟觅食，然后去逛逛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站，这边好多这种肉铺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刚来德国，觉得什么都好新奇，什么都好漂亮哦。这里就是一个整个超级有圣诞气氛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吃一间他们这边很有名的甜点店。这是他们这边传统，有点像是甜甜圈诶，好看。甜甜圈，好吃，好吃，你想怎么吃的？红铁砂掌，真的、好吃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蛮不同的，是弄它那个甜甜圈，然后有加糖分。谢谢周记者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在谷物市集，然后呢，他们这边的市集啊，都开始装扮的，就是像圣诞节，超漂亮的。他们这边每一间都在卖起司。
好多好多种类的 cheese。那是我们刚刚进去一间卖 cheese 的店买水，然后里面好臭哦，觉得那个 cheese 有一种潮湿味。地方叫玛利亚广场，然后玛利亚广场这边就有很多的市集。Next stop, please. 好，我们点了两个，一个是原味香肠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是猪肉，炒猪肉炒洋葱。超好吃，超好哇！虽然说是原味哦，可是很有味道，嗯，超好吃，可是有点咸，对台湾人来讲，有点咸，超好吃。那我来试试看这个。嗯，那我们下午有吃一个在车站买的香肠面包，然后它香肠我觉得跟这个口味不太一样。下午的香肠是比较起司口味的，嗯，起司味，然后就是原味。下午的香肠跟台湾的 Seven 的起司对很像，很像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吃到它肉的原味的感觉。好，下一个。很嫩，嗯，可是我要猜它可能有一点点没有熟，因为有点黄黄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嗯，它这肉超大一片，然后它吃起来就是酱香，然后跟洋葱下去爆香的那种感觉，蛮好吃的，一个人吃这样可以当晚餐。泰式料理，然后很想吃，然后这一间是在中央车站的地下街。噔噔，我们两个点的是一样的，然后呢，这是泰咖喱，它这样一个10欧哎，很便宜。是好吃的，而且它不会很辣，有点带一点甜甜的，甜甜的。嗯，哎，我觉得真的很道地。哦，真的好吃，极高的评价。果然是自己人开的，自己人，但他们好像是泰国人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。试试看吧。嗯，嗨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德国必逛的药妆店 DM， DM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家乐福那种感觉，就是它很多东西都卖。带你们看看他们有卖什么好了，就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他都卖，他有卖很多药品啊，这种麦片啊，你们看他这些麦奶在这边卖超便宜的，2.15欧。有在卖，有卖这种有点像是储值卡的东西，还有电池啊、相框、相簿。更特别的是，他们这边竟然有这种提供印相片的服务。这里好美哟！
们最后一天在德国，明天早上4点就要去机场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努力踩点。现在看到的是普罗皮莱门。今天因为也算是圣诞假期，所以今天都没有什么人，很赞哦。Oh my god，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超级好，好热哦。但是下午听说会下雨，我是不相信，希望不要下雨。好美哦。这边看到的好几栋建筑物都是博物馆，然后那一栋周小姐说长得像高配版的奇美博物馆。噔噔，给你们看一滩雪，整个地区就叫做国王广场，也是必来打卡景点的地方。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后一天，所以很多的店家、博物馆都没有开，我们也只能在外面拍拍照。前面那边是音乐广场，然后旁边这边接着就是慕尼黑王宫。后来我们来吃